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佳莹，这次担任地球日地球保卫战谜题的出题人。现在我要来公布上一次的答案。上次的题目呢，是问大家台湾目前比例占最多的发电形式是什么？答案是 C 燃煤。你猜对了吗？如果没猜对，也不要灰心哦，可以继续关注环境资讯中心，还有很多机会。重点是要记得4月22号台湾地球日，请大家要一起响应做环保哦。拜拜。